大家，我是小赖，现在是正月十五啊，现在是赏冬节已经过了，广东梅州的赏冬节已经过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百年的一个祖屋里面啊，然后因为前阵子放鞭炮，一般按照以往的惯例的话，我们过了这个赏冬节，然后就要。
不知道什么年代的。哇，你看这两边有个什么东西，有没有人知道啊？第一次见。哇，等一下要拿回去。哇，看来要发财了。大家说这个价值多少钱呢？欢迎留言评论一下。